为了去看那个雪景，你看，这都能滴出来水了。哎呀，我去！哎呦，好冷哦。这都是小事，这玩意儿淋坏了，我感觉是小事。你别把我人给淋感冒了。这特殊时期，那咋整？算了，快点，赶紧采暖，让你吹一会儿还是真的。开玩笑，你人淋感冒了，养两天就好了，都不用吃感冒药。妈，别把这玩意儿给搞坏了，这玩意儿搞坏了得了哦。这可是包庇嘞。这
不知道这玩意儿淋坏没有，这淋坏了的话那被媳妇骂惨了，一顿臭骂，但是我不得跑，他骂我我揍他，看是拳头硬还是那嘴皮子硬。行了，其他啥不说了，赶紧拿去吹，还是真的，千万别坏了，拿到采暖这里来吹。对呀、啊、这玩意儿坏了的话那飞不了了，媳妇又要骂呗，况且这还要花票子啊。要不咖啡别来弄哦，这是咱车上最值钱的一样电器了，吹着吹着，千万别坏哦，千万别坏，走。